新疆服装是无法比拟的完美高定。根据九派新闻的消息，12月3号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分享了迪丽热巴在综艺中跳新疆舞的视频。不得不说，平时看多了迪丽热巴走红毯穿高定，但是当她身穿新疆传统服装，在阳光下跳着新疆舞，轻盈的身姿、灿烂的笑容，有一种任何造型都无法比拟的真实鲜活。都说少数民族自带载歌载舞的 buff， 视频中的迪丽热巴一听到音乐响起，她舞蹈动作像是刻在骨肉中一般的信手拈来，这一刻展现出来的美，除了是服装本身的绚丽，更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。所以让人眼前一亮。就像汪文斌用英文配文写道：“穿着中国新疆服饰，跳着新疆舞的迪丽热巴，光彩夺目。”据了解，在此前，迪丽热巴被问为何会穿爱德莱丝绸，她的满分回答：“因为她像祖国大好河山一样绚丽多彩，也吸粉无数。”一身衣服，一曲舞蹈的力量，其实远远超我们的想象。她可以是迪丽热巴载歌载舞中像海外传递的民族文化魅力，也可以是海外华人身着汉服团结一心、抗议外国品牌文化挪用时向外传达的中国力量。